怎样撸串才能不怕胖呢？来试试能吃也能喝的水果串串茶吧。喜欢吃的水果可以一样都来一点，切成小块放到冰格模具里，果冻部分用过滤水更放心，再一点糖和白凉粉搅拌到煮沸就可以了，真的是简单到开开火就能搞定。等待的时间来做冷泡茶底，最近家里换了必然德 OnTap 型龙头净水器，再也不用担心自来水中的杂质了，过滤后就可以喝啦。现在九九大促有优惠，可以安排。水果串串茶做好啦，低卡又满足，抱着一大桶追剧也太爽了。